啥？啊？球？对，篮球得拿着哈。我们要上学，走，穿鞋那个，走啊。我外女儿走了是吧？再见，拜拜。行了，穿鞋，咱穿鞋好走啊。他穿上了。孩子跑得可快了，凑凑的走了。别，慢点的，别撵姑姑。壮壮，干啥呀？跑啥呀？找姑姑干啥？姑姑不得上班吗？小姑父没了一个耳机。啊，在班里头呢，老姑娘。走，咱走，上学了啊。这小样儿，睡醒了吗？告诉你奶啊，一个葡萄，葡萄还不要的。今天我这家早起来一会儿，跟我姐俩送那个孩子去上学去。那奶奶领着啊。奶奶领着，我奶奶学校不在。啊？那不走着走着咋的呀？还要骑电动？骑电动咱仨能骑吗？壮壮。你早上吃东西了吗？没吃。没吃啊？没吃。啥也没吃啊？喝个奶。啊，就喝个奶呀、啊。咋的？不开心呢、啊，壮壮？开心。开心呢？那咋不爱吱声呢？抬头，好好的走走。咋不爱吱声呢？啊？搁外玩的。来。哎。我感觉不开心，今天早晨。开心了吗？啊？有小朋友喊你了吧？还是阿姨喊你了？老师啊，老师啊，抬脚走，咱鞋不塌了的啊。咋说了？老师早上好。哎呀，拜拜，跟你奶拜拜啊。篮球搁那里头，哎，好嘞。鞋搁那书包里头啊。知道了。啊，拜拜。这小样儿，你念不懂，今天早上有点不开心，我感觉是，不爱吱声吗？他妈是想让走着送他来了。每天骑电动啊？妈天天骑电动来送啊。啊、哦。没让你骑电动吗？你不骑啊啊啊！孩子送着了，跟我姐俩去买点早餐去。昨天晚上这家伙的，妈，我大外甥下班回来，那都半夜了。外甥媳妇点的烤串，一顿吧又把我喝那啥了，喝懵了。喝迷糊了又。今儿头五就啥，哪也不去了，家吃完饭歇着。嗯呐，上午得睡一觉，不行，这家是的，我都，妈不咋精神呢。下午咱们这上跟前儿，今天哪也不去了，这两天太累了。哎呀，坐车就没缓过来，完了又爬上山。嗯呐。这水果，都是当地产的。有检查？不是，我不是检查的。哎呀妈呀！这道边卖水果的，我说我录一下子。有个老爷子问我：“你这是干啥？检查的啊？”这一天呢，又要吃饭了。吃火锅今天。这都蒸好了，我外甥媳妇儿还买的这个毛肚，料都调好了，你说这。我跟我姐俩送完孩子回来，不行啊，在家难受啊，困，又睡了一大觉。等一起来，又外甥媳妇整好了这饭了。因为我姐夫他们不天天下午上班，就中午这顿饭能在家好好吃，平时每顿饭跟家里人都对不上点儿。三飞得还得11:40。咱是咱的，咱没等吃完他就回来。这锅也塞放中间了，这个豆芽圈好吃啊！这个豆芽好吃。你也愿意吃涮火锅，愿意吃黄豆芽呀、啊？啊、哦，我家他们可爱吃，我爱吃，你爱吃啊？我愿意吃啊。给老姨买一些，爸，你今天喝这30多度，爸能喝吗？不喝。对呀、啊，我外甥媳妇今天给我买点白酒，你这好像他老姨是个酒包似的。白酒你不要的呢？给老姨整，老姨你吃芝麻酱都吃吗？吃啊，吃芝麻酱，然后要配这个吗？这个是红太阳的那个啊，对，嗯。
这是蒜，好，还有小米辣，哎，香的不是。说我外甥媳妇整的呢，全撇的。来，今天我姐夫没起来吃饭，他有点太困太难受了。不要到上班走之前然后再起来吃。没有喝今天白糖椒吗？瞅我干媳妇整，哎呦天，啥都给整背夫的，你说我给你买点这个。啊，我看你在家就吃了。哎呀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哎呀，黑茶我干。瞅着点多不容易，你说这样迷瞪点起来点是吧？我姐他们家吃饭是咋的？很少和一家人都在一起吃顿饭，因为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，时间点儿都对不上。喝喝饮料，听你。哎，真有啊！喝饮料，好像整小孩儿的似的。没事了，行。没事了，没事。开饭，开饭，当外甥，我当外甥，我还不爱说话，不爱那个唠嗑的，今天还给我开个饭。没有没有，手伸这么长。干啥？你大外甥给你开饭了？嗯。你看我昨天看我姨夫，可不是你老弟在家，天天他们爷俩都得喊。你老姨夫要是不喊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心里少点儿，这点事儿，就好像少点东西。他吃了，开饭。吃完你们俩再赶紧睡觉。肉搁里，他这不都削完的，搁里也就熟。里头一锅都一开起来就熟。嗯，蘑菇是吧？蘑菇，嗯嗯，我们在家白有时候也买这个，对。但是那个蘑菇，我买回来我要炒的话，焯一下炒的就是苦的，不知道为啥。炒火锅它就不苦，是吗？嗯，我没炒过。这牛短，牛短里头都说你不说话。其实你姐我不说话呢。啊，不只是我姐，就我姐家，我姐家。他们整体这几口人他都不是那么太爱说话的人。来、哎、这一说我几个大的来大点声。我干了啊，我这少。我外女儿吃完了要上班了。那是玉米肠。来、不是肚。拜拜。你是不是以为是几点？得十点了今天下班。嗯，晚上。十点了。好，晚上等你啊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火锅是在那哪儿，在松河。那时候吃火锅就是这些料什么的都不吃。哎呦，这还有呢，娟儿，那吃啥呀？搁酱，蘸酱，辣酱，香芹酱。那时候就有香芹酱，蘸香芹酱。嗯。他走他就回来。我外甥媳妇今天中午也喝点，完了我都没看着。来，你这饮料呢？这哎呀妈！不上班吗？上班，刘哥开车的呀。嗯。下班了，你会哪班了？那你们也是倒紧班吧？嗯。倒紧班还不低，这跟你说，白天都没有吃，在家吃饭的时间了。晚下午晚上四点。啊，那晚上更早。晚上干什么吧？就早那个。八点半。早上八点半。早上八点上班。下吃饭更好。五点钟就回来了。哎呀。哎呀，昨天要吃火锅没吃上，是不是啊？昨天回来就找闷的，歇歇。给你点干一个，干一个。你喝酒的能干呢？能干。那咋的？那你也不能喝酒啊。不是，杯子。不是。给你一奶。一杯。一杯一奶也干了。我大孙子没举杯跟你奶干过，你不像你小弟呀。我陪酒。真的折了，我的天哪！再一杯，你看你奶喝不喝？哎呦你，这我大孙子家，直接去。对不要了，爷，我给他扒完了，你吃，我一会儿再吃。他现在走的也晚，他不那个啥，我是等我开起来我就回来。他不是值日生，他也晚一会儿。那不也就一点就上课了吗？一点就走那个午自习。你看看，孩子一天也可紧张了，然后这个家的大人也都可紧张了。屯子，你这冬天树里没多少人了。屯子呀，哎呀，现在确实人不多了。一般的是能动弹能出就都出去了。这搁城里买房子，冬天上农波龙去。我可不愿意在这楼房，你快吃吧。吃你不愿意在楼房里待了，我就这两天在我姐家这儿，一天是除了吃就是那啥，就是睡的，在这块儿。我吃点青菜。我都就好像不适应似的，不像在家。还是在屯子适应习惯。屯子多好，我们家这儿忙这儿忙那儿的。
两个人上家同桌，另一边在同桌。那啥时候你们回家？回老家？在屯子有人情味儿，大家伙都认识，这楼上溜溜达达的唠唠嗑还能，在这谁也不认识。对，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没事就是上大道上了，哎呀，他上也上皇后那个道上了，他也去了，完了站那块就唠。你在城里这楼上楼下有可能都不认识，都不认识，是不是？就时间长了认识，哎，上下楼的看着了，说话。那都在村里走，什么老头老太太。你没吃呢吧？对，老道边的。不是四五个一坐，打扑克，大一桌也一坐打扑克啥的。哪儿啊？天山。啊、嗯，我这有，你这有这亮吗？我想上天山去。不是。哪天去小区？干了。坐客车去。嗯呐，坐客车去啊。还有。也不用，早上你上早上几早班的几点钟？几点？八点。六点多。太早了。六点多太早了，起不来。那就坐客车。有味儿。他让他消费吗？是的吗？你六点多，你到哪的？七点开早会儿呢。那咋整？那到时候倒早班了，你能跟你爸一块走吗？一块儿就得一块儿走，就得一块儿走。我那车的他想咋去？你姐夫这车是实在必须得陪他。我姐夫吃完了就赶紧的宿舍。初中老师都不惯人。我每天看那个群里，我压力可大了。哎呦天哪！压力成大了，就每天看着老师发那个成绩，发作业写没写，嗯，简直了，我都害怕，我就怕生怕哪天看着丧心病。你这次不怕？丧心病从小到大没被叫过家长，是不是啊？没有，那就被叫家长的有多是啊，多数个。那天我说这天天叫家长干啥呢？我说的我可好奇了，我妈说的，那哪天让丧心病给你试试。没心思可拉倒。看龙啥？挨训呗。上学校跟老师批斗呗。挨训。我喝什么？啊，喝完睡觉啥啥。我说那你让你儿子试试。我往一喝一点。别的了。我大岁数不敢。不干。我老儿不能。大孙子，你就说这辈子我都不让你体验到，是啊。我老儿不能。快去吧，睡觉吧。这个是木鱼，这个奶牛奶好像还觉得还可以，这个现在这个也不吃了。你咋说？我就感觉我姐挺幸福，我也是替我姐感到幸福。为啥呢？那个我们这个外甥媳妇儿，就对我姐那真是，就现在你说这个时期娟儿能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的有几个？我就感觉说没有。但我在这个外甥。相互的，就任何关系都是相互的。他们要对你好，你要是说不知道感恩的孩子的话，也不能，是不是？我爸我妈好。哎呀，我外甥媳妇从来不说自己好。跟我妈在一起生活比跟我自己妈在一起生活还是不好。那肯定是都是一样。就像我和我家你姥在一起生活也是时间短的。我要跟我的婆婆，我现在的妈在一起生活时间长。他说他吃肉啊，不知道我这有，多吃点。嗯，现在这不管大人孩子都愿意吃这玩意儿，我也是一吃这玩意儿就吃的想饱，都让你走过。嗯，我们家和外头。嗯，这个门又开了，俺那不睡觉去吧？那个演上了，我能演呢。演啥了？这是那啥？我不管。前后窗户一开着，然后这门就容易开，过堂风就。后边还没开。我开了一个，开了啊，那天开了这个开，那你看这个它也关上了，这个开着，那个开着，那家门呼呼的，咣咣。